店长今天要做这个换胎的动作，是因为店长的 GD2 已经中间有点磨平了，所以导致说店长想要小热血的时候，就是有点不愉快啦，就是他不够流畅，所以想要换掉。刚好有一个车友他预算不足，所以店长就认为，刚好我的 GD2 可以便宜卖他，让他省一笔钱。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换胎吧。三角形箭头，轮胎运行的方向，然后跟气嘴头应该要在这边，对，气嘴头位置要对上，气嘴头位置要对上。反手，啪啪啪啪，不能再紧。现在安装后，其实最主要就是配重了。那我们要先把原本的配重块剔除，剔除完之后，胶去除掉，正常是去除掉，搓一搓应该就掉了。如果你今天轮胎的寿命太长的话，这个胶有可能变质，会很难清。前阵子有人在 Type 群组里面说，这个怎么用镜平衡做字距就可以了。当两个圆锥体扣在一起。这个东西就可以用了。镜平衡就是跷跷板，最重的会在下面，依照你的经验去调配，说这个40克左右，它停下来的地方，下方就是它最重的点，上方就是它最轻的点，所以我们就来调配一下。如果你比较笨的话，可以先从克数重的开始。这里有10、20、30、45克，再随手拿出一支剪刀，把5克剪掉，就把它贴上去，这样把它修漂亮一点。
剪下来的四十克贴上，然后再一样过来，顶住，回到，这就是所谓的静平衡。为什么店长不用平衡机？因为平衡机它需要校正，你没有办法保证说你的平衡机的校正是对的，所以静平衡是最快最直接的。对，再加上你的经验只要是丰富的，基本上静平衡就够了。再补充一个小知识，平衡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你今天不平衡的话，它转动时候的那个力量会不一样，就是它会往外抛的力量会不一样。好比说，今天你这个重的地方到最下面的时候，会有一个上下会有比较重的力量，那力量会产生出就是对避震器的作用力，它可能会一直这样子出去，一直出去啊。如果是正常你有配好重的话，它的力量就是很平均，它不会有个地方比较重，所以它会让你的避震器的那个磨损，或者是说它的就是温度在对避震器的负荷比较低一点点。那如果你今天没有配重的话，你的避震器除了面对地板上的那些坑坑巴巴之外，还要应付轮框，因为配胎上没有做平衡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晃动。所以这个东西，你说重要吗？也是重要；说不重要吗？也还好，反正有一些人起不出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压下去，轮框平衡就结束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就把它装上去喽。先看一下它的孔位在哪里，装上去。然后像杜卡迪，它的这个螺牙其实很容易氧化，造成就是可能会冷汗，所以一般我们在这上面都会抹油，可能抹个铜800之类都可以。那铜800，服饰的铜800，由于店长的油还蛮多的。所以店长就不再添加了，就再把它焊进去。扭力，然后用扭力扳手锁紧。上完之后呢，把这个装回去。装回去之后呢，为了确保这边不会弹开，所以我们要绑一个保安钢丝。保安钢丝呢，先对折，然后穿到另外一边。然后夹住，这是保安钢之前，好拉拉拉拉拉，把多余的裁掉，然后让它弯进去，不要勾到你的手。这样就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把贴子撕掉，除胎蜡。好，这样就完成了所有的装配。现在呢，我们依照使用的情况用途，好、哦，去帮你配置每一个特性的轮胎，分为四大项。那我们讲第一项，第一项就是你正常就是上班用，上班用的部分的话，你要求绝对是里程。如果你是轻型的重车来讲的话，你会需要的是天使的 CT。如果你今天是大车来讲的话，就是尺寸在160以上的话。你就有 GT2 跟 GT， 还有运动4，还有道路4可以选用。这些轮胎来讲，它的寿命里程来讲的话，算是高的。第二项呢，就是你上下班，但是你偶尔需要热血，偶尔需要热血的话，你就一定要用 GT2， 或者是运动4或道路3。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的抓地力其实还够，所以它是一个首选。那如果你不考虑需要破万的里程的话，但是又想要上下班通勤，然后需要中间的胎子比较硬一点的，
你就可以选择罗手四或罗手三。然后第三项呢，第三项就是偶尔就是上班，然后都是热血的话，那你可能就是需要罗手四啊、罗手三啊，或者是 Posa 2。Posa 2是比较偏向你可以上下班，你可以偶尔热血，你也可以下赛道，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涉猎非常广泛的。虽然说它里程数没有那么高，它这种轮胎其实还蛮适合热血的你。第四项呢，就是经常热血的假日骑士，就是你的车呢，正常来讲你上下班是不骑，只有在假日的时候会骑出去热血的。由于对骑乘的热情的关系呢，你必须要有很好的操控感，所以呢，轮胎的消磨已经对你无所谓了，你要的是骑乘的感受，那你会比较适合 Cosa 2或者是 Super Cosa B2 或 B3 这三款。如果呢是马牌的话，就是马王二，你所需要的是热情、畅快、愉悦的骑乘，相信这些轮胎会让你无比的畅快。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选项，就是你纯粹赛道用途。纯粹赛道用途呢，只有唯一的那三条胎，就是 Super Cosa B2 或 B3， 还有另外一条马牌的马王二。相信这些轮胎的介绍来讲的话，对大家应该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认知了吧？多款轮胎的选用，在于适合每个不同需求的人，符合你自身的需求，才是一条真正的好胎。店长现在已经不使用寿命较长的轮胎了，因为前一条天使的 GT2 让店长本身觉得尴尬又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它寿命太长了，感受不到末期，就是可能中期后面就是那个骑乘的运动性跟锐利感很烧脑啦。那刚好就是有车友想要买二手轮胎，所以店长把轮胎拆下来换上店长现在目前觉得应该寿命上跟运动性来讲比较符合店长需求的轮胎。其实店目前就是有两种品牌的轮胎，第一种是贝耐力，第二种是马牌。对，这两种品牌的轮胎可供现货大家选择。如果来电换胎，除了基本的轮框深层清洁之外呢，我们还要把你的原本的配重残胶清除干净。重点是，如果你是橡皮汽水头的话，还会附赠你一个铝合金汽水头。店长特别注重车友的安全，所以会帮大家更换这个东西。还有就是轮框的配重嘛，配重一定要有。配重之外呢，你换一条轮胎可以加500元，加价购，一直烤机，对，原价790块。那如果你是换前后胎呢，是直接送你一只烤机。你在换轮胎的同时，可以跟好朋友一起来吃70天烤机。烤机吃完的时候呢，轮胎就换好了。在这段换轮胎的时间，大家可以聊聊天啊，打打屁啊，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对不对？赶快来骑士店换轮胎吧！